还记得电视剧《冬日恋歌》里那个温文尔雅的韩国明星裴勇俊吗？天下裴哥的画皮嘴脸要破相了。根据一名韩国女星爆料，外表温文尔雅的裴勇俊热衷于拉皮条生意，常会安排政客还有企业老板参加私密派对，还会借着自己的名气邀请韩国的一线女星参加，并关照这些女星保守派对和陪酒过程的秘密。目前裴勇俊并没有出面回应爆料内容的真实性，不过单看这位红极一时的帅哥已经若干年没有作品问世了，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务正业了。娱乐新天地，此消息彻底颠覆了裴勇俊，综合报道。